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台长。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帮我先生看一下身体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59年属猪。哎呦，身上出毛病了，长东西。是的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此猪不是此猪。啊，是师父跟你年龄一样大。啊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自己啊，还好啦，做人还算宽厚，但是你做过很多杀业，明白了吗？对。你现在很多的杀业从你背后颈椎这个地方两条一直往下走，对，所以你现在身上的这个不好的东西在扩散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小房子念多少章了啦？从去年到现在目前为止，去年大概是7月份左右，1000张左右。放生倒放了蛮多的嘛。不知道收到多少。放生好像放了几万条了。是的。4、5万了。但是实际19年的放，我们已经放了大概是8万几条了。嗯。但是我就看到你4、5万条呀。帮他已经延寿了。他本来身体上还有很多毛病啊。他还有前列腺。前列腺肥大，小便不干净。在卫生间一站半天。是的。腰不好。是的。他有一条腿也不好。他就是个脑子还不错。他管老婆很会管的。管了你服服帖帖。是的，老婆很听话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赶快念往生咒啦。在念，念了吗？念。你自己会念吗？自己会念。是全数了吗？是全数了，已经。嗯，我现在是，应该是60岁了吧？60岁，对。你别看你扩散，你也别看你生这个病，但是你命还是有的，阳寿有的，你赶快多放一点啦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但是还死不了，放生就死不了。听得懂吗？在4月份的时候许愿，在6月底放生5万条，我们还会继续放生的。继续放啊。嗯，对。好吧。好。跟菩萨要讲的。是。有时候跪在菩萨面前要哭，这叫真哭啊！观世音菩萨，你救救我呀！我不想走啊，我还要想在人间要。帮助心灵法门度人呐、啊，你一定要讲这个，要真的。好，否则的话你没有理由活下来。很多时候你这种业障爆发了，就叫你走了，听不懂啊？好，啊，你笑也没用的。他妈2年前就叫你走了。是的。是。是2017年的时候查出来。讲了准不啦？听懂了不啦？这条命不就是菩萨给你的呀？心灵法门的观世音菩萨很慈悲，很慈悲的。是的，是的。你一定要好好修行念经啦。好。而且要忏悔。好。好吧。好。你们自己们老实一点，年轻的时候们也是桃花盛开，觉得自己好像很能干。你老婆都知道的，所以我才讲给你听的。你老婆很原谅你，很了解你的。但是对你自己的福报消得很快，听得懂吗？是。老实一点了，你看看我跟你差不多大，你看看谁年轻啊？好好听师父的话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好修心了啊！我告诉你。我已经跟你讲了，你的阳寿可以到73岁呢。啊，你要是现在好好的，不要让他发病，保持就可以慢慢的活下去了，明白了吗？啊，千万不要生气，
啊，千万不要再贪财，还有绝对不能碰活的，怎么样也不要杀生，你杀一个你试试看，他马上把你拖走。知道了。好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请问师傅，我们小房子收到了，念几张了啦？1000张左右。哦，不错了，750张，准得不得了。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家的佛台还有我家有灵性吗？蛮好嘛，家里蛮漂亮的嘛，客厅很大。上面还有个吊灯，吊灯要当心啊！啊，好吧，不要红之光，要白之，不要白之光，要红之光。好的。要暖光。啊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现在好像是白的不得了。回去再。你再看一下。好的，嗯。家里的家具也蛮漂亮的。哎呦，蛮好的嘛。有房间很多嘛，一个门一个门的，你走进去，嗯，左面有没有放在什么祖上的什么东西啊？我想师父，是我们一楼还是三楼呀？走进去好像是一楼啊。一楼我们有个弄堂一样的。对呀，有个弄堂，黑黑的。对，一个走进去里面放了一个什么东西啦？一张桌子，好像是一张桌子。有没有放过平时祭奠祖宗的时候拿这张桌子吗？这个好像这张桌子边上有没有放过去祖宗的什么东西啊？回去去查一下，回去要去看一下。有一个灵性啊，就躲在桌子下面啊。我们一直所以说24小时灯点在那里。害怕呀？有声音听到不啦？你点灯它有也有声音的呀。我们住三楼可能没有注意到。嘣嘣嘣。地下室可能我们。嘣嘣嘣。哦，好的。啊，像敲门的声音。好的。听得懂吗？这个声音是由我们以为来自于隔壁的。隔壁了。呵呵，就是你家里啊，还隔壁呢。好的，我知道。哎，没有办法。你就当隔壁好了。哪一天晚上他卡住你脖子，你说哎，你在隔壁的，你跑到我家来干嘛？好了，师父，我想问一下，他还要功课怎么做？小房子还要多少？礼佛3遍到4遍。嗯，好吧。嗯，小房子继续念啊。小房子再继续念，还要750张。好的。好吧。好的。让他多喝水。好。他可以吃点灵芝，还可以吃点冬虫夏草，这种都可以吃是吧？它可以吃的，冬虫夏草吃了之后它会好一点的。还要多吃那个茭白。啊。它吃茭白很快的癌细胞会转小的。哦，好的。听不懂啊？听得懂。凉拌。凉拌。啊、哦嗯。好吧。你看我现在讲它图腾里跳出来都是茭白，还有菠菜。好。还有萝卜。好吗？好的。他萝卜吃不啦？萝卜来吃中药，所以说中药了，中药吃完了不就吃萝卜了吗？行，过一个小时就可以吃了呀。好吧。好。他这个我告诉你，他很会赚钱的，很会做生意的，脑子好得不得了，对人和气，就是他就是搞阴的东西太多，就是暗中的东西，表面笑嘻嘻的，脑子里一团，没用的呀。是的。听得懂不啦？他要彻底改变，你想要活命不啦？要活命吗？改变呀！好，要真的对人家好啊！好，两面派有什么用啊？做生意啊，哎，笑嘻嘻，全部心里想的不一样的，明白了吗？呵，明白。那么到了棺材里再去呵吧，听得懂吗？听懂。好好听师父话了啊！好了，师父你慈悲一下，我想问一下啊，就是我把他念经念了比较多，然后呢我也许也写了比较多，我要该怎么做？好了，不给你看了，你老公刚刚就可以了，后面还有人是吧？好的，后面还有人不啦？谢谢啊，你看好了，好啊，救救你老公啊。